豆花香菇。选料有八公山豆腐、鱼蓉、蟹黄。味精、精盐、湿淀粉、干淀粉。鸡蛋清、香菜、香菇、葱姜水。做这道菜，首先将豆腐去外皮儿，然后塌成泥状，放在碗内。加入鸡蓉，放精盐、味精、干淀粉、葱姜水、鸡蛋清，搅拌。水发香菇去蒂，片成薄片，用模具刻成造型，一一做好。把香菇沾上干淀粉，将调好的馅儿放在香菇上，然后抹上少许鸡蛋清，在上面放上香菜叶进行点缀。用少许蟹黄装饰图案，然后装盘。上蒸锅，蒸熟后取出，放在点缀好的盘子里。Thank you.
炒锅内放油，加入葱姜水，放盐、味精，用湿淀粉勾芡，淋上明油，汤汁出锅，浇在原料上面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口味鲜嫩，造型美观。